各位法师慈悲，各位学员，各位莲友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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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放唱。请问大家，在岸边上的救生人员，他如果跳下水去要救人的话，他是救那个溺人还是救会游泳的人？溺人。一个医生来到人群当中，他是要治疗有病的人还是健康的人？有病的人。那么请问各位，我们是健康的还是病人？病人。我们在水中，我们是溺人还是游泳的健将？溺人。是在六道的苦海当中，我们都是溺人，我们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能够从此岸啊，此岸游到涅槃的彼岸，这不可能。如果是我们去游日月潭啊，或许还有可能，乃至游这个太平洋啊，那恐怕就困难了。那即使有可能要游这个六道的这个大海苦海，那是绝对的不可能。所以人生有一个最困难的啊，最困难的也可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就是脱离轮回，离开生死。不论是今生现出家相精进修行苦修苦行也好，或者是生生世世都现出家相修行也好，都没办法脱离生死轮回。所以善导大师说，我们是常梦常流转的人。常梦常流转，梦就是溺水，溺水也显示是三恶道。梦没入水中就三恶道，浮出水面就是人道或者是天道，那么登岸就是解脱苦海的轮回，就是阿罗汉。以我们的力量没办法解决我们的烦恼，脱离我们的生死轮回。所以阿弥陀佛来，他是要救逆者，好像医生来是要救患人，患人才需要医生，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。医生是针对有病者，不是针对健康者。那么我们三界六道的凡夫都是逆人，都是病者，都需要阿弥陀佛的救度。也因此我们众生都需要互相的同情体谅，互相的包容接纳，不彼此的批评跟责备。因为我是病人，你也是病人，我是逆人，你也是逆人。或许我是100步，你是50步，但其实相差不多，换一辈子换一个轮回啊，或许彼此都一样。所以六道轮回的众生可以说呢，无所谓善也是无所谓恶，都是轮回的凡夫，都要弥陀的救度。不过我们也要知道，佛教是道德的宗教，
是修行修身养性的宗教，是向上向清净的宗教。所以一个学佛的人，不管随圣道门随净土门，不管体悟自己是善是恶，在人世间的生活上都要趋恶行善，所谓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因为佛教本来就有移风化俗的功能，所谓净化人心，和谐社会，安定人心，安定社会。尤其是越是体会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是一个恶人，是一个不会修行的人，他的心地是应该更加的柔和，更加的谦卑。那在柔和谦卑的这一种心境当中，他就会与人无争，甚至呢体会弥陀对他的爱，对他的包容体谅，他也会去爱别人，包容体谅别人。因此就有一股正能量，正能量要去发挥他的爱。同时他深深自觉自己是一个无力修行的人，在惭愧之下他会有忏悔的心，在善忏悔的心境之下，他也会尽量的自我要求，不自我放纵，不认为阿弥陀佛包容我，不跟我计较，反而要救度我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没关系吧，反正我就是罪恶生死凡夫，我就纵我为非，能改的而不想改，可以避免的而不努力去避免，这样的话岂不是互相的更加的恶劣了？所以学这个法门，我们也要自觉都是佛教的，应该发挥正能量，能够避免的要去避免，能够克制的要尽量去克制。不然的话，一方面面对自己的内心，自己永远都会不安，同时自己不好的行为，人家眼睛是雪亮的，也会看出来，也会对我们评头论足的。中庸啊，四书中庸第一篇就讲到说，莫先乎隐，莫显乎伪，是故君子慎其独也。它的内容啊，我以前是读私塾的，私塾用汉音闽南语念比较顺。他是说，德雅讲不可输入理雅，可理非德雅。是故君子改行乎其所不动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显乎问，莫显乎疑，故君子心其德雅。道也长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大家听得懂吗？听不太懂。我再念一遍，然后再用国语念哈。德雅家不可输入理呀，道也是不可虚于理耶。这样大家听得懂吗？可离非德雅，可离非道也。若可离开的话，那就不道。是故君子改心乎己，
说不斗，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读。恐惧乎其所不闻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谦何问，莫显乎隐；莫谦何离，莫显乎伪。是故君子慎其独也，是故君子慎其独也。意思就是说，莫谦何问，没有比隐藏的更能够显露的。意思说，你越隐藏，越会显露，终有一天会显露出来。所以说，莫显乎隐，莫显乎伪。没有比维系的更能够显明的。我们觉得啊，他很维系，他看不出来，可是他在这里说，反而更加清晰的让人家看得到。所以说，莫谦何问，莫谦何离，是故君子慎其独也。他前面还有一句啊，就是说这个天命之微相。实行之为德，修德之为高，德雅者不可思努力也。天命之为性，修行之为道，修道之为教，这是儒家的思想。当然，什么是天，或什么是天命，或什么是性，这个如果以儒家来讲的话，可能就很有问题，因为儒家没有讲佛性，没有讲一个不生不死的一个东西啊。但所谓天命夫子韩言也，孔夫子很少讲到有关天命这个啊。那其实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的天命是什么？是业。我们随业流转，我们这个身体是业报身，我们所思维的、所讲的、所做的，就是过去以来的这一种等流习气。所以就佛法来讲，只有两个，一个是佛性，不是成佛的话，那么就是凡夫性。我刚刚引用那一段话，意思是说，我们学这个法门，有的人就会放纵自己，认为有弥陀的包容，反正不管善不管恶，反正我怎么做，我都会往生极乐世界，都会解脱轮回，不受报应的。所以现在放纵一点没关系，就会放纵自己。所以圣道门跟净土门比较的话，我们这一个法门很容易让人家放纵，也很容易让人家指责我们。我们只讲信，或只讲念佛，不讲修行，不讲持戒，不讲行善，能够避免的反而不避免，而刻意的去犯戒、去作恶，以为这样才能显出自己是一个恶人，才能显示自己是阿弥陀救度的对象。这个就是一方面误用了阿弥陀的慈悲，一方面也没有深刻反省自己。体会佛教的根本用意。佛教本来就慈悲的宗教，慈悲的宗教本来就是要救度众生离开六道轮回的，所以不论横说竖说，佛教都不离开慈悲，不离开要平等的救度众生。尤其是佛，他无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，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，他空山心品四相，他在无我的心态之下，不可能对众生去分辨他是善是恶，所以他是平等的。这是佛的本来，佛的本质就是这样的。但佛之所以要救助我们离开六道轮回，是因为我们有在作恶，所以我们体会到佛这一点的话，一方面接受佛的救度，一方面避免去作恶。同时既然佛的话也是希望众生是清净的、善良的，
向上的，而随佛的人带着佛教的这个牌子，如果不以佛所想的所做的去想去做的话，那就是佛的罪人了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出家人是佛陀的罪人，那秀才呢是孔子的叛徒。不过呢，深深的反省检讨自己，我们自己力量是薄弱的，有心修行，无心无力修行。往往是知道的，但是习气不容许我们，逢人意境习气就显现出来了。从这一点来讲，修行人都要永远怀抱惭愧柔软的心。所以善导大师就说要常怀惭愧，仰谢佛恩，低下头来要惭愧，而且永远的怀抱着惭愧，仰起头来感谢阿弥陀佛的救度之恩。我们是蒙救的罪人，所以对净土法门要有这样的理解，但要讲得很圆满完整是不太容易的。连释迦牟尼佛都感叹这个法门对他来讲也不好讲，对众生来讲也不好相信。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，接下来解释至心两个字。至心是涵盖着信乐，还有欲生我国，还有乃至实念，也就是至心啊，是真心的意思。那真心是包含一切的，所以底下所讲的信乐也好，欲生我国也好，乃至也好，乃至实念也好，都要有至心，也都是要有真心真诚心。所以至心信乐欲生我国，也可以说是从目标来讲的，乃至实践是从方法来讲的。那么不管方法也好，要达到目标也好，都要至心。至心以白话来讲，以我们凡夫被救的凡夫的立场来讲，就是真心，真正的心，真诚的心。当然每一个众生的真正的心，真诚的心各不一样啊。圣人有圣人的真诚心，凡夫肯定达不到。那么根基比较敏锐的人他的真诚心，当然比较低劣的人的真诚心也达不到。但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就都以他的根基去显露他的至心。那么这个至心就真心贯穿着信乐欲生我国跟乃至实念，也就是贯穿所谓的信愿行。信乐就是信，欲生我国就是愿，愿生彼国，乃至实念就是行，就是专一成人弥陀佛名。那么自心就真心贯穿信愿行，也就是说我们信要真心的相信，不是虚假的。我们愿愿生极乐，也是要真心的愿生极乐，不是虚假的。
我们乃至十殿的念佛也是要真心的念佛，不是虚假的念佛。怎么说是虚假的呢？譬如说我们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乃至信阿弥陀佛平等无条件要救助我们，只要我们念佛，这一种呢必须是内心真正的信，而不是打一个问号。真的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吗？啊，也没有看到，也没有听人家什么人说往生去了之后又回过来啊，甚至真的有三恶报应三世因果六道的轮回吗？啊，如果是行为上表现啊，自己是水火的人，也是电火的人，可是他内心打一个问号，这个就不是自心了。那么信是这样，愿生极乐世界也是这样啊，而不是说随缘逐备的啊，逢缘遇见跟人家参加一堂的法事念佛，同时最后也念回向啊，愿生极乐果道啊，可是内心呢却不是真的那样。那么念佛也是一样，随人家念佛，或者是人家看到就念佛，没有打是内心真正的念佛。所以自心啊，这个真心诚心是最重要的，摆在最前面的。刚刚有引用到四书中庸，现在又来引用中庸一段话，他说诚者物之忠实，不诚无物，是故君子诚之为贵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人每一件东西从一开始到最后，无论是始终本末，都必须要诚。如果不诚的话，就没有这件东西的存在。所以君子以诚为贵，这是必然的。没有诚，就好像没有地盘一样，上面的东西是不能够立脚的。人跟人的交往都必须具备真诚，如果没有真诚的话，就是虚情假意，甚至彼此利用，乃至尔虞我诈，那都是没有真诚的，是怀着鬼胎有别的目的的，所以就没有真正交往的意义的存在。那么做一件事，如果没有真心诚意的去做的话，当然也没有这件事的意义的存在。那儒家来讲，儒家它是由这个士、君子、贤、圣的阶梯迈进的，士就读书人，读书才能懂得道理，懂得所谓的三纲五常四维八德，乃至呢内圣外王的这个道理，而由这个君子贤跟圣的境界去升华。那么由读书明理而成为一个君子，那么君子最贵重的就是诚心真心。因此对一个君子来讲，他不真诚的话他不会讲，不真诚的行为他不会做，乃至不真诚的念头他也不会起这样的这个念头。对他来讲，无论身口意都要真诚，都要对得起天地跟鬼神。因为他晓得一个人不管所说所做的，乃至所思所想的，
天地鬼神都知道，如果有不诚实，那么天地鬼神也都知道。所以要对得起天地鬼神，要能够坦然地面对天地鬼神。因此君子，一个修身养性的人，要成为君子的人，以诚为尊，以诚为贵。那《大学》里面也有说，诚于中，行于外，心诚求之，虽不中，不远矣。诚于中，内心是什么？自自然然就会显现出来，外表就会是什么？有这个心，自然就会流露于语言，行诸于行动。有句话说，言为心生，听他的话就可以了解他的动机。佛教来讲，身口意三业的行为，身业口业都不如意业。因为你身体智慧之所以会这么做，会到哪个地方去，就是你有这个念头，你会讲什么话，不管好话坏话，都因为你有这个念头。那么所讲的话人家听得到，所做的行为人家看得到，这个叫有表业。那至于起心动念，人家都不知道，那这个是无表业。虽然不知道，但它也是业，也是有一个行动，也是有一个磁场能量出来。如果有神通的人，或者超能力的人，他就能够看出我们的起心动念。所以鬼神啊，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看得到听得到。尤其是佛菩萨，佛菩萨是六根自在互用的，我们起心动念佛菩萨没有不知道的。所以我们在社会上要修身养性也好，那么在佛法中要去恶行善累积功德也好，或其他法门也好，都要自心，要真诚。在无量寿经就有两句话说，心口各异，言念无实，这就是不自心不真诚。心口各异，心中所想的跟口中所讲的不一样，各异。言嘴巴所说的，念心中所起心动念的，无实不真实。这个是在说一般的人一般的人都是这样。那么我们所有的人，不管圣道门净土门，都要尽量做到身口一如，言行一致。我们净土宗中宗师弟有一句话说，凡是真心，也就是说不管事情大小，人我的对待任何事情都要真心。如果没有真心，那很显然就虚假了。所以我们尽量呢，就是做一个不虚假的人所谓不怀虚假，不行谄曲。那有关自心，为什么阿弥陀佛特别在他的根本愿，要平等无条件的普遍救度任何人，为什么把这自心这么高尚神圣的这个两个字也摆在这里呢？那是不是会有的人因为做不到而失去了救度呢？是这样刚刚就讲到根基圣凡善恶各不一样，以他的根基去发这个自心。同时呢，
连世间的人我对待，做任何事情都要真心才有意义了，何况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么重大的事情，哪可以虚假呢？往生极乐世界这件事情大不大？大。那既然这么大的话，往生极乐世界是不是要真？世间任何事情啊，任何事情有时候不得不假啊，可是往生极乐世界是不能不真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过讲起来，世间要凡是真实，凡是真心，可能吗？不可能，很难。不过呢，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件事情，再怎么样都要真啊，都要真。我们这个肉体还生活在这个世间，要过家庭的生活，要过夫妻的生活、父子母女的生活、亲戚朋友的生活、人我互动、交际应酬的生活啊。那么我们呢，就会有所执着啊，我们众生就执着的众生，那么对世间再怎么样的执着，到人生的最后二选一的时候，我们要选择哪里？极乐世界。那么那个时候的选择极乐世界，是那个时候才选择，还是现在就要先选择？现在。因此现在要不要争？人都是执着的，人都是不知足的。当我们小的时候，小的时候，我是1939年出生的，那个时代社会上普遍都是很贫困。我们小的时候所吃的，一天只吃两餐，而且每一餐大部分都是番薯签、番薯签。大家有吃过番薯签吗？所以那个时候啊，一般只要觉得我有的吃能够过活啊就可以了，没有讲到持续啊存钱啊。那么现在多少都能有点持续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持续了100万，接着希望持续200万，对不对？你持续1000万，希望能够持续2000万啊，就会不满足。那有了钱了，接下来还要什么？名啊，名位啊，我开的车子能够显示我的身份，甚至我住的房子也能够显示我的身份，我穿的衣服、我拿的皮带都是显示我的身份的。人就是一个不满足。那么阿公阿嬷本来孙子生下来啊，他就想到能够看到孙子上学啊。那么孙子上学了，还希望看到孙子大学毕业，而大学毕业了，还希望看到孙子怎么样？结婚啊，觉得能够看到孙子结婚也就可以了。可是孙子结婚了，还希望怎么样？看到孙子生儿子啊。所以人都是会执着的，贪恋世间，这是我们的本性。我们谁也不能笑谁。除非他苦恼来了，苦恼来就是说感情挫折、事业失败或身体病痛，他才会觉得哎呀不如死了算了，快点死吧，才会这样。否则的话他就会一天盼望一天，甚至呢到了最后会难分难舍。哎呀，我家庭这么美满，我事业这么有成就，我在社会上这么有地位，而且我儿子媳妇我的孙子又这么的对我孝顺，又这么的可爱，
啊，阿弥陀佛，请你再让我啊多待一天。那么待了一天，心中还盼望阿弥陀佛，你再让我待一天吧。就是这样啊，人都很难免这样的。所以富贵随波澜啊。那尽管我们凡夫习性是这样，可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心是不要改变的，不可以改变的。不能因为说，哎呀，我孙子那么的可爱啊，我希望看到他将来怎么样啊啊！所以阿弥陀佛，先让我请个假啊，我这一辈子不想往生啊。那这样就是没有自心了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了解，有三恶报应、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。那么这一辈子呢，一切都因缘，这一辈子只不过是一时的短暂的因缘和合而彼此存在，它不是永远不会变得真实，真实不是这样的，时间一到了就会变了。所谓缘啊，缘聚则生，缘散则灭，都有它的缘因缘的，不是说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想要赚大钱，你没有这个福报的因缘，你再怎么样都赚不了大钱的。你不想贫穷，如果没有富贵的因缘，你要不想贫穷也不可能不贫穷的，都因缘。想跟他在一起啊，没有这个因缘要永远在一起也是不可能的。不想跟他在一起，没有这个因缘要离开他也是不可能的，一切都是因缘。那当然因缘也不是宿命论，因缘也必须去创造啊，去改变。所谓相由心生，业由心转，就是由我们的心去转变。没有因缘的去创造因缘，有因缘想要改变的也去创造改变的因缘。所以一切唯心，那么这个总之，任何或许可以摆在第二位，但是往生的心就是摆在第一位。那么现在呢，就给他选择好啊，我要往生极乐世界，不管我将来是活70岁、80岁，我100岁、120岁，时间到了，我就要往生极乐世界。尽管我的家庭很美满，我的儿孙很可爱，但我也晓得，这只不过是短短几十年的因缘和合，不可能生生世世、世世生生都永远美满的传续下去的。如果因为不了解这个道理而执着这个可爱的境界而贪恋了，那么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就随业流转了，不可能把你的愿说，哎呀，我下辈子还可以跟我的家人、跟我的孙子、跟我的儿子继续生生世世相聚不离开，那不可能的，所以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我们有一句，有一首偈说，普愿有情皆念佛，临终往生极乐般，家亲眷属有团聚，观寿如同但愿往。所以说家亲眷属要有团聚，只有往生极乐世界。没有往生极乐世界，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业是各不一样的，因此各自随业流转，将来见面的时候不可能再认识。这一辈子恩爱的夫妻父子母女，有可能流转当中成为冤家债主，互相打杀。尤其是会跟我们结冤的，往往是跟我们有缘的，跟你无缘，没有跟你相处在一起，怎么会跟你结冤结怨？所以恩也好，怨也好，都是因为有缘。
所以不可以执着这个缘，要执着的话，执着极乐世界，到了那里诸善状缘聚于一处，到了那里我们贪嗔痴的无明的这个黑暗碰到了极乐世界的智慧光明，黑暗当下一刹那就整个消失了，我们内心佛性的智慧光明就显现了，是就跟阿弥陀一样的。所以阿弥陀叫无量光佛，极乐世界叫做无量光明土。所以这个净土宗讲信愿行，信要真，愿也要真，行也要真。那至于人在世间上为人处事，面对的各种不一样的环境，有可能不真，但是往生极乐世界要真。所以自心贯穿信乐欲生跟乃至十念的念佛。接下来信乐，信乐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这个中国字 有的一个字有几个读音，因为有几个不一样的意思。那这信乐也可以有读信要道那要跟乐是不一样的，要是好要，喜欢盼望愿意，那乐呢是快乐那信乐在这里是读信要还是信乐呢？我们来看释迦牟尼佛怎么解释。释迦牟尼佛在第十八愿成就文，他是解释为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，所以信乐释迦牟尼佛解释为信心欢喜。那为什么会信心欢喜呢？因为真的有信心才会欢喜，没有信心欢喜不起来的。那这样就讲到信是信什么信什么？对，简单来讲，所谓信就是不怀疑，相信不怀疑，相信尽管我们是贪嗔痴的凡夫，有心修行无力修行，而且检讨自己妄想杂念非常的多，可是这样的人也能够因为念佛而被救，因为相信这样，那不知不觉因为有希望有盼望就会有欢喜这是信乐的意思。那么第十八愿自心，接下来就是信乐的信信摆在第二位。其实一切都要信，尤其是学佛所以《华严经》有一首寄语说，信为道远功德母接下来长养一切诸善根。信为道远功德母信是道的来源，道是什么？就佛性，成佛的意思。信是成佛的来源根本。信为道远功德海，功德母，信也是功德的母亲。你要拥有功德，要累积功德，先要信，否则的话等于没有基础。长养一切诸善根，所有的善根都必须要信，要五戒的善根、十善的善根乃至解脱道、菩萨道，乃至从最初入门修行成佛到最后究竟完整佛道都要信。所以说信为道远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所以一开始到最后成始成终都要信那信是这么重要。如果刚刚以这个中庸所讲的
成者物之宗始，不成无物，是故君子成之为贵来讲的话，那就等于什么样呢？信者道之宗始，信者道之宗，不信无道，是故念佛信之为贵，等于就是这样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念佛，你不相信有佛祸，不相信你这样就被佛救度了，这样就没有一个根基。那没有一个根基，就会怎么样呢？或许念佛不退，但会忐忑不安，那最坏的情况之下就是倒退了。那这就是因为没有信，可见信很重要，信是一个基础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这一节讲到这里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